想不到吧？你以为是要表演什么可爱的东西哦？没有，震惊，老子有钱，老子有钱，狗屁的一娶一花，不行呢，我只娶你呢，狗屁的一娶一花，不行呢，不行呢，不行呢，真的谢谢大家在每天的这半年来，在每天的八点一起陪伴我们，周一到周五，飞来闯天关，杀鸡的。刚一开始以为是来住这边的，我们在等 checking， 带女儿来三天两夜一样，然后刚好遇到别人来结婚，对，所以就来参加，参加一下，炫一下你的红包，对啊，炫一下你刚刚那个红包，对，快点，不会啦，卡掉，快点，卡掉，快点。想不到吧？你以为是要表演什么可爱的东西哦？没有，震惊，老子有钱，老子有钱，绝对不是我教的，我爸爸爸爸教坏了。爸爸平常怎么教的？不能露出来，不能，这好女孩，你是好女孩。这个举动是爸爸不去你们场所会做的。实际点点摸到了，原来哦，原来对。现在发生什么事？原来是这样，原来真正的事情是这样。对。原来我是小三。从头到尾都是啊，宋晨晨也是，在我们之间没有感情的就是小三。截取那个视频都是从 Vito 截取的，谢谢。这是两亿投喂吗？还有两桶，一个甜一个咸。好可爱哦，全体沸腾。前几天那个棚内先杀嘛，对，然后棚内杀就
家合照，然后过几秒就哭了，认真哭了。那过几秒就是，还要拍，那是干嘛哭嘛？对，就还是会舍不得。我觉得今天就不知道等下会是什么情绪。哦，期待一下，对，蛮期待哦。是张鑫。Yes。期待很久了，没有哎、欸，其实我今天蛮舍，觉得哎、欸、好像有点舍，就突然一种不忍心，你要讲，对啊，就是很期待可以休息，可是又觉得对对，一直快睡快睡快睡，想睡觉想睡觉睡觉，但是到杀青那一刻就觉得啊，好像可以再拍一下、这样，对，看我们 Peter 老师难得有帅，哎、我一直以来都很正式哎、美姿美仪老师呢，他平常都穿那种 Peter 平常的装扮都有点对啊不同。但今天难得是一个正装，对啊，你才比较难得吧？我原本以为你是红白拖出去，我今天原本以为孝子会穿着那种工具服，真的吗？哦，你说也看不看？像男生这样，对啊，那样子的方式，对啊，所以这样才出乎你们意料啊！大家一起在说，他有什么特别？应该是你愿意吗？然后反手就拉出来，然后套在李倩的手上那种，把它掰断。站小太也蛮分，蛮分对，好了，那个李倩收工哈。直接加手工，他先回家。对啊，你看看刚好。结婚了，结婚，结婚，结婚。OK， 好。好了，就这样。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先剧终的，期待一下第三季。新的 CP。你喜欢 Peter 还是喜欢你一凡？我先跟他结婚，好啊。可以啊。那你带我去。走，走。你要问 Peter 愿意娶我吗？狗屁愿意娶冰瓜喝水。不行呢，我只娶你呢。狗屁愿意娶冰瓜喝水。不行呢，不行呢，不行呢。不知道，不知道，我还有机会。再努力。哦，就是原本有说可能会跟天爱组成一个 CP 吗？但后来。我觉得好像现在的安排比较有趣一些，就是我是一个婚顾的身份，我一直都还是一个好像在插科打诨的一个局外人，但是隐隐约约都在帮助着，就是主线在前进。对，然后我每一条线都有去参与一下，我还是回归天庭好了。你本身其实没有要想转天。我本身当然不是想啊，我想回归天庭啊，仙班上面一堆仙女啊，哎呀，不是有一场有这样讲吗？我跟仙女们在喝的是威士忌。你说我平常不会，我平常就是，我平常就是很 man， 就我都穿大 T 恤，然后跟宽裤，就是穿得很中性，对啊，就是夏天型的衣服都不是我平常的，就是真的就是除了工作人员啊。大家真的都相处了半年，对啊，我家人都觉得我跟国义之，他们已经觉得好像我们好像正在谈恋爱，我说不是，那是在演戏啦，真的真的就他们很投入这样子，觉得很好笑，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大家感情都很好，可是我觉得就是都可以再约啦，就是。大家可以是好朋友，就是不用一直这么累，差不多见好就收。啊，这是我的新朋友，闺蜜，闺蜜，不会啊，他平常不是那种，他不会，他平常是蛮 man 的那种，只是他都觉得我在搞笑。你是啊，但我今天很意外，你穿的是白色的。我怎么？因为通常伴娘是不会跟新娘一样穿白色，你这个基本上就是要篡位。对。对啊，他们这样子，篡位的意思，我没有那个意思啊，我就我刚刚他在跟别人家，哦对对，因为我漂亮这样子，没有你们不要再这样子，我跟邵雨芳都很希望彼此都是最美丽、最好闺蜜，对，没有什么在抢的啊，没有对在抢的。我们是不同型的，好不好？对不对？啊，我跟邵子是不同型的。同行的不代表你不想篡位啊！真的没有，说我不想结婚。但是下车算是那种，就是今天我最美，就婚礼最怕的就是伴娘美过新娘，对不对？大忌大忌！你看那耳环倍儿亮的，这是他们给我的，那不
是我带的。听说这些衣服都是他的私服。乱讲。预告还是预告？不是，没问题。听说这些衣服都是他的私服。乱讲。反正这后面都会剪掉。好吧，这就是我新交的损友。对，损友。我还壮壮的时候，到后来越拍越瘦，越拍越瘦，到现在瘦了四公斤多吧，四五公斤，然后人就慢慢的消，因为没时间运动了，要动心。对，然后再看到原本精神奕奕到中期有一阵子那个很像那叫什么过渡期，还是那叫什么倦怠期，还是什么。脸上就一个疲惫，然后到中后期以后，又慢慢的又恢复，对，一路这样走过来，蛮开心的。然后我终于可以明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拍滑吧，我终于明白就是为什么从以前拍完滑吧的演员们跟工作人员感情会这么好，大家这么长时间的相处在一起，然后真的是互相帮忙。每一次，其实都在大家很疲惫的时候啊，就有热腾腾的食物啊、饮料啊，然后一台车开来这样子。不管是应援谁的，其实都是给整个剧组的，我想一个动力。对，感受到满满粉丝的爱。对，甚至谢谢大家在每天的这半年来，在每天的八点一起陪伴我们，周一到周五。然后我觉得排行档戏真的好久没拍，累是累，但也是一个检查自己表演很好的机会。因为你在看播出的时候，你都知道你每一场戏当时自己在想什么，因为可能就两三天、三四天前，然后自己用了多少力演这场戏，然后呈现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得到了一个怎么样的回馈。我觉得是一个很快立即可以检讨跟改进的机会。我觉得在这一次半年时间，自己收获跟成长了不少。至于我好像也不太能用嘴巴讲出来是什么，然后总之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杀青了，然后我现在活力满满的，我很想赶快再积极投入到下一个角色去。我觉得我现在在状态内，你知道吗？还没有来吗？来，方便蹲的蹲，方便跪的跪啊。